那么斜，我只能挖那么大、啊。你直下吧，你直下吧。你直下、哦，等一下你会推死哦。你直直冲过去吧。你下去啦，要直冲哦。前面很缓，你会很推很累。加速，利用这个斜坡啊，上去的时候蹲，然后到最上面的时候站，可以得到一些动能。蹲着上去，蹲蹲蹲很低，蹲很低，然后站起来，然后站，表示你就从很高的地，用你的膝盖把自己运上去。有变快吗？还是没有？直接去拿，直接去拿，插在那里，钻进去，钻进去。干嘛叫他爬过来？他爬不过来。小朋友。对啊，干嘛叫他爬过去？因为我刚刚有刚好在山上有强握手套的姿势，其实他刚要掉的时候，他是这样子的，掉，不然我可能会扭到手。应该不会，应该是他凹，不是你扭到手。
那等一下也要下这边还是下原来那边？这边就可以了。这边。不好吗 ？OK 啊。我是觉得很陡，没有练习到什么。你觉得很可怕吗？不可怕，但下太快了。没有，我没有下，是啊，你也不能说。不是，因为它是冰面，在很刮的状况。它还好，没有和田小屋、啊。不是冰面，应该说。应该说它带给我的阻力不是很大、啊。我觉得是刚那一段最后那段车是不会动了，缴费力好酸哦。结果这次是缴费力，棒棒真好是吗？也没有棒棒，有棒棒在是手酸。我刚刚说11:40，我也不知道现在几点。可能我们只能再滑一趟，还是现在就是这一趟了，不能再玩。然后就要做龙眼体。对啊，做龙眼体还要花时间呢。我看时间。11:25。好酸哦。你姐回报 OK。怎么11:40 OK？ 对啊。还是那个地方 OK？ 对啊 ，OK 啊。11:40，反正他们也没变化啦。他们可能也是 first 滑个 N 次就感觉不出什么新意，刚好带他们滑别的路线。老师，你姐不知道也是 first 有没有自己去滑一次？那个东西就是在。他可能就宁愿走下来在那边等我们。应该不会吧？我觉得他要应该会吓到，应该是转弯。没有啊，因为那个推出去法应该很安全。不是不是，那是你已经敢换一只脚踩。那在转弯的时候，那个 V 的时候啊，在还没转之前，例如说我现在要往右转，在还没转之前，我是右脚踩得死死的，所以右脚是我的救命脚。你现在叫我把救命脚放开，换另外一只脚。推出去转，那个就很没有。重点是右脚舍不得放开，你左脚绝对推不出去。我可以很理解这种状况，毕竟刹车就是救命了。我相信雪板有另外也有类似的状况，就是舍不得松开这件事。还是来滑左边？我不要。对啊，你当然是你不要。我是说，搞不好我左边比较好刹。说不定是乱写。没有，这没有到弹跳，这个雪看起来不是弹跳，这个比较像是在白马的时候那种有阻力的感觉。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恰恰恰，当然没有到冰面啊，但是就要用这种速度啊，因为它带不，它没办法带给我太大的，完全没办法帮你录太大。你不要放最大、啊，我没有放大哦，我是说我看你刚下一个你就到了。对啊，就已经要过头了。我想，我记得我弄了两三个、我是要一直往下去呢，我不是上面就录完了。我看那个弯，我的预期就是要一从上面一路录到往下才录得完。我一看我就知道了，太大了。那你还要再录一次吗？还是我帮你录？好。你要哪一段？这个现在这个地方。东西，这还有一台，你看还有一台。哇，他们在飙车哎！其实就是把雪板变成直的跑。对啊，压车哎！不是压车，就是用。是压车啊！就是用钢边，要用钢边减速啊！对啊，那是要减速。转弯吧。对啊，原理一样，压住减速转弯。那他们那条去哪里了？好像一样，你刚不就看了吗？我刚没有看，我说这一边哦，你说也是去这个路。对啊，都一样。你看，从这个角度看，右边是不是比较斜？说不定刚我会。你看右边，看右边。比较斜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好像很斜，对不对？然后等缆车往上，从上面往下看，又觉得不斜。对。有没有？嗯。然后你刚刚讲什么？没有啊，我说说不定我刚比较没有，比如我刚滑不太紧张，是因为我没有。末梢放胖吗？没有胀啊，那你要不要横着呢？不要啊。啊、没有啊，其实根本姿势都一样啊。或者你不要横着拿，你右手拿两根好了。不要。那行
嘿嘿嘿，好，那继续下来。有点想尿尿。讲。又是这些大学，给我记住。他看到日本人就懒得讲还是怎样？没有，我觉得不是日本人。哦，外国人。啊，笑。我猜啦。Who knows？ 好了，走了。对啊，所以我在想你什么时候才会停？你现在停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下去三个柱子。第二个柱子差不多。继续往下滑，继续往下，继续往下。
练习不到什么东西。对啊，不用啊，这里我觉得收收，你现在就可以冲了。不会，真的，不然你真的得一半冲，一半就要冲了。你先弯几个弯再冲。太小，时间差不多，不知道现在是什么，35分吧，30而已啊，38。你看这里又会一直刮。好，先放了吗？随便你。脚酸。对啊，我们能力有到，但是越抖脚力就花越多。不是欸，不是那里酸欸，我酸不酸的，我说花那里，我知道会在呲，就想转弯，然后会在呲滑出去，那个都还好，我是说最后要平地。哦，是啊，回来我脚很酸，因为我要爬很重。我在那里，我在开始练习身体再往前弯一点这件事。嗯。因为我在想说，我一直抱怨抓地力不够，会不会我往前压，那个重心脚可以有更多的控制？有水。嗯。危险的，危险。冰的吧。
那这样子，让他们到时候带他们过来是就是滑这一段，这段他们一定是没问题啊，又宽又大。就只有那一个你姐的好汉坡而已。步兵平台也中午好了，都差不多，一切都差不多。但是他早上练习过度，脚力不够的话也有点不好。那里就是脚会爆酸。步兵平台吗？我是说你姐怕的那个坡。练太多，力气用光的话，有些。泡温泉就一直说不酸耶、啊、我就捏它，我捏我很酸的地方捏它，他就说不会了。好，一泡下去他就说不会了。哪是？我不知道怎么，我捏不到，我捏下去，我捏很重了，我捏这里我会很痛。他理论上应该这里会痛。不一定。那每个人酸用的肌肉不太一样。对。你姐酸的地方可能是大腿内侧，因为她还在 A 杀那个阶段。我们到平行的酸的地方就会变成这个二头肌这里。对啊。对啊。而且我一开始我脚都不弯曲的，我都说脚不酸。我一开始滑就站直直的滑，超轻松的。但是那种滑法，那种滑法只能滑不倒的坡。你刚撞到。没有，我是自己要，只是就觉得脊椎这样太痛了。对啊，觉得很硬哈。很痛，很痛。这一块铁板，木板很硬。期待明后天的雪。好像下过雪了。对啊。不是，你也我们今天两天很轻松，都不用管镜头。明后天就麻烦了。不，这里也不用管。对啊。这里的雪不粘、嗯，所以它下就下，不会粘在正面。怎么？是粉的啊。怎么会不粘？就是湿度的关系啊，你这里雪球都捏不起来了，它为什么会粘？而且它的雪比较粉的话，它是比较轻的，比较轻飘飘的，就有点像流体力学测，它一过来就虚无就会躲开那种感觉。之前我们就碰过了，只有白马才粘。我在滑的时候有看前面吧？没有吗？回去看影片吧。基本上，绿线或者陡的绿线或者不陡的红线，应该都不会紧张的啦。那不紧张的状况下，就应该都还好。你会注意到他们的板子都软软 Q 软 Q 的，其实我们的也是。今天不算正。哦。都滑到这里，他们会看得到我们。啊，我们不是说下面集合吗？对啊，就已经改下面了。又改下面。对啊，我就说下面啊。下去吧。对啊。对着塔滑嘛。
Thank you.
休息啊，不然呢？停。我也想尿尿。去银海尿尿呗。那你们去啊去啊！我有带自拍，自拍神器有带自拍到没办法。斑斑，他不吓死了，这就杀得住哦。你不要紧，小心哦。他在摆烂。不少，不要讲。斑斑加油，好了。左右手不对，拉到过来一点点，都有，不用，我刚看到都有。好了哈，好，可以吗？在我，来喽，我有在里面吗？好，在 OK， 有，都在里面。没看呐，谁看？都是那个，都是血迹，不用看的。那不能用哎、欸，用十秒。只要头往那边摆就好了，没看没关系。好了，来哦，十秒哦。随便了。有吗？再一张。来喽。好，再一次哦。再看一下哦。好了，最后一张喽。三二一。啾啾，那你再一次。好，最后一次喽。最后一次。我们的合照很少哦，来滑雪的合照。好，好了，妈咪，你收。啾啾先，后面弟弟先，那是弟弟先呐。这种才拿的是我们跟着哦。哦，不要。
能是 Barry， 可能是 Barry 太慢，前面的人慢，后面的人会很难搞。这样也能站哦，哦，掉板了，很好。先横转横站哈，要转横站哈。先横着，横着。OK 啦 ，OK。横着站再穿。横着摆板子，横着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先面对着墙壁，横着摆好。先穿右脚，再穿左脚。OK 的啦，什么还要看什么赛事？不会有人去调那个的。Baby 在干嘛？没有变很大啊。没有变很大，就是那样啊。那怎么可能随时松开？那个要罗赖嘛，转的时候才能调哎。没有，前面有人是最难的。你要教人，你只能在人的后面教，不能在人的前面教。因为后面的人很难刹车。右边没压对了，这里不倒了，高兴穿哪只脚都可以，倒的地方就不行了。有啊，这样有紧啊，那个不会随便乱跑的。我们先走，你们两个一组，然后 Angie 前面 ，Barry 后面。对啊，你不能在他前面，你会吓死他。
我说红花宫就在这里。等一下去 center 就直接休息了，休息完才上去。对，好。不止上厕所，至少休息15分钟。啥谁啊？重复文字会变什么？怎样？拜拜，我要走了，不理你们了。哎、欸、笑。你们三个先下去，你们三个先下去，你们三个先下去。你不要转弯，你停在这里就好了。好，你现在啊，平着滑都没问题，然后转的那一瞬间最害怕。你现在左脚踩实，又不，这样子很稳吧？你左脚这样很稳吗？右脚可以松开吗？对吧？所以其实一只脚就可以刹住了。那最难的时候就是在转弯的时候，因为转弯的那一瞬间，有一点像是说要你这脚松开，但是因为这很陡，你会不敢松开，因为要变成换一只脚嘛。所以最难就是下去的那一瞬间。但是其实下去的那一瞬间，因为我们大家都会很胆小，所以下一瞬间其实只会往下1-2公尺而已。所以就是要顶那一下，顶那一下会突然间你觉得好像好快哦，但是你右脚踩实，其实你又会很慢很慢的又过去另外一边。就是你这只脚要踩下去的时候，你就盯住，踩好，你就会很缓很缓慢的就会转好了。你只要关心这一个弯就好，然后你看我就好了。我现在。我觉得很害怕，对不对？我这样很慢很慢要下，然后好像一直要往前滑，对不对？其实这速度才一点点的，然后我要踩我的右脚，然后下去那一瞬间啊，太快太快快！右脚踩实的话，最后一定会停下来，所以你要顶那一下，那一下一定要顶住，右对，好，右脚顶住，好，可以，继续顶，右脚还是要顶。右脚不能松，好，一直到停下来就好了，停下来为止。然后接着就下一个弯啊，你这样连续做几次就下去了。有心理准备再弯下一个，一定要踩下面那只脚啊，踩实，一直到停下来为止，不要管下啊，停了嘛，对不对？再弯下一个啦。
可以。这里比较不倒了啦。下到你看这个树林后面有没有下到这个树后面？可以 ，Angie， 你可以先下。这里开始跟你那早上练习的你碰是一样斜的了，这边就随便你滑了。不用，哇，没办法，你这样没办法穿欸。有没有？太小。没有，你这样放还是太远，你会穿不上去。真的松欸。你这真的很松欸。没办法，等等。这样子踩不上去，你先左脚站好，你左脚站好了，只要站左脚，往我这边靠，然后再靠啊，再靠啊，你再往我这边靠，再过来靠过来，没关系，我顶着，再靠啊，再靠过来，好，踩右脚，松了欸，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现在不能动了，我要拔掉，好了。好啦，前面不用管了，前面随便你滑，单脚也 OK 啊，撒下来就好了。那干嘛？去大树那边。在这里哈。
这里有一条边界线。没有，其实他们基础没有学好，其实不会刹车。你停不下来啊，指定你没办法停在你想要停的地方。然后啊，那个昨天讲的说下面要加速的地方，类似这个地方啊，尽量直直滑，不然你会冲不到。然后等一下会走右边。右边一出去以后，就是可以加速的地方，直直滑就好了。好，耶、yeah, ！我下来了。OK， 好，不要怕，你第一次怕，第二次。那个你下午摔的三次是在联络道。对啊。那个你，哎、欸，你今天换过鞋子？对啊。你中哎、欸，好了，有机会回去的时候啊，叫他帮忙调一下，你那个扣的地方的距离没有对。哦，好。对。鞋子之后我帮我调过，不知道是不是调的时候没调好。好，你先。没关系啊。好。不要看着我啊！我的速度比较快，我就走了。到处都可以加速。都要加速、哦、你不加速也可以，随你高兴。这里半段可以，下半部请直走。好了，接下来云海缆车什么的已经没有更难的路了。耶耶，I made it, I made it.
什么啦。谢谢你。那只是心理因素而已。我有关，我有关。还有在录吗？有啊。你的关好了。